一个信念，承载起一段光辉岁月；一个目标，担负着千千万万人的梦想。同心化工，以大国崛起之态独领风骚，以波澜壮阔之势扬帆起航。安徽同心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碳氢树脂、贴息树脂等化学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实力企业，以同心立业、和谐共赢为核心理念，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始终，引领我国碳氢石油树脂产业发展，将把企业打造成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碳氢石油树脂驰名品牌，作为同心人奋进的永恒愿景。同心化工位于马鞍山市安徽精细化工产业园，作为安徽省规划最大的化工产业园区，与南京市相毗邻，水路交通便捷，始终以强劲的势头引领着国内精细化工产业的发展。公司由上海宁深集团邦正投资有限公司和南京双宁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其中着力打造建设的石油树脂及碳九加氢项目是马鞍山市人民政府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公司全面整合各部分优秀资源，最终建成四套生产装置，成为全国同类规模企业中单厂年产能最大、石油树脂生产规模全国排名第二的企业，在行业内遥遥领先。优质的上游原料、高能力的原料仓储保证了产品的优质优量，同时大力引进螺杆气力输送泵等国际先进设备，开创诸多行业先河。先进的设备仪器、创新的科学技术、专业的研发团队以及超前的运作模式，使同心化工从行业中脱颖而出，赢得广大客户的支持与青睐。同心化工依托科技创新，实现生产链的自动化流程，同时在全行业率先开启定制化服务，为客户提供专属服务。饱含智慧与热情，同心人在创新发展中始终保持着锐意进取的态度，用不服输的精神拓宽产品线，延伸产业链。从初期的单一到后期的多元，产品种类与应用领域在不断拓广。目前公司主要产品重点应用于橡胶、路标漆、胶粘剂三大领域，包括橡胶复合材料、轮胎橡胶、热熔胶、油漆、油墨、标线漆等。其优势品质吸引了众多商家企业，公司现与国内外众多大型知名企业达成合作伙伴关系，深受合作企业好评。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是衡量一个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同心化工积极创新售后体系，设立应用工程师一职，专为客户提供专业建议及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企业的蓬勃发展，实现互惠共赢。不忘初心，方能远行。同心化工始终将环保放在与科研创新的同等位置，
是巨资引入国外先进污水处理设备，贯彻低碳发展理念，循环利用资源，创新思路，高效节能，实现厂区生态化，为这一方天地坚守着碧水蓝天。为保障生产安全进行，公司专门设置安环部门，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同时积极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进一步规范厂区生产与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同时积极采取安全预防措施，不论是集中报警装置还是各种消防急救设施，都在为同心家人们守护这一方天地的安危。筑梦同行，共谋发展。在同心，员工辛勤工作的同时，更享受着与公司共同成长的喜悦。公司竭力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包括完善的福利制度、人性化的管理体系、安全的企业环境以及合理的工作安排，同时定期进行员工体检，开展员工专业知识技能培训，提供明确的职业规划，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员工在工作中不断得到提升，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同心人正以饱满的工作激情、先进的服务理念、崭新的运作模式以及强烈的责任意识，引领行业的发展潮流。这一方天地，崭露头角。这一片沃土，生生不息。这一个同心，承载希望。同心立业，和谐共赢。